在我们系统里有人，仅仅用了10天的时间，就盗走了大帅的命令，转手就交给媒体。我应该承担全部责任。我分管情报线，是那边局的直接上级。前一段时间，我忙于处理租界的事务和政府贷款，竟然忽略了代码外泄的隐患，这个是我失职。我觉得不能责怪上官副市长。 因为我昨天亲眼看见，他直到黄昏，才刚刚解决了政府贷款的一个巨大隐患。密码的收发、传递、保管，那么多环节，那么多人经手，他一个人怎么可能控制？内卫局的消息代码外泄，应该由我来全权负责。我会仔细排查所有的经手人员，尽快揪出系统里的这个内奸。好了，事情都出了，你们谁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大帅的刺杀密令现在正躺到罪犯的办公桌上，你们怎么负责？啊？你们谁来负责？又偏偏是在大帅一心要消灭南方革命党的敏感时期，这个内奸能耐不小啊！ 林师长，钟主任，这起事件引起的上游后果已经远远超出我们在座各位的能力范围之外，但下游的效果，我们还是可以尽一些力，把危害降到最低。我们系统内部必须要各部门通力合作，把这内奸找出来，以免他造成第二次更危险的伤害。这才是我们在座各位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 行动，乐宁函数记房间，我走。哎，叶兰，你怎么了？发什么愣呢？啊，我没事。亚飞姐，我还有个访问要做，我先走了。 什么人呢？古古怪怪的。把这个文件刊登出去。不过你记住，这个文件只能用别人的名义登在别的报纸上，你自己不能够沾手。这是为什么？不要问为什么，照做就行。 几位，你们这儿有一个叫潘亚飞的吗？有，那个就是。亚飞姐，有人找你。长官，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潘亚飞，那份神秘代码。 是不是你提供给《大周报》刊登的？长官，您是不是搞错了？潘亚飞是我们天津《卫报》的资深记者，他所有的职务稿件都由《卫报》享有发表权，怎么可能在《大周报》上发表？这你得问问你们的资深记者呀。潘亚飞这个名字是《大周报》的主编亲自供认的。长官，这。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那个《大周报》的总编我熟悉，可否容我给他打个电话？能，但我怕你打不通啊，因为整个《大周报》都被我们查封了，而且主编也让我们给逮了。查封？啊？为什么？你还真不是搞新闻的料哈，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知道吗？他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去发表，具体的。 你买一份每日先驱，你就什么都知道。亚飞，戴总，小姐，请随便。
魏上官先生，你上次给我的红色风口文件里面到底是什么机密消息？你打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你听清楚，现在你立刻去华景道口落叶巷，B座四楼四零五，去区域分红色的风口文件，然后回到报社继续上班。这么说，你先前给我那份资料才是真正的泄密资料？电话里跟你说不清楚，晚上我会去找你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去做。 早知今日，你何必当初啊！你知道你犯了多大的错误吗？你就是哭死你也没用。有用的，你就老交代，快！我今日真的不知道那份文件不能发表。我没死看，叶兰看得出来的都是具有新闻价值的独家消息。叶兰。 谁是叶兰？他是我报社里的同事，那个封口文件单本来是他的。你把话说清楚了。消息代码是叶兰给的你，然后让你找到大周报刊登出来。不是，是我趁他不注意的时候自己偷的。 那叶兰知不知道里边的内容？我不清楚，他到底知不知道里面的内容？那你知不知道叶兰是怎么得到这个文件的？他有个神秘联系人，总是能够给他独家消息。那个人应该就是你们市府大楼里的人。 何以贤呢？我猜的。你猜的？局长，这好办，我去把那个叶兰给抓来不得了？也就只能这样了。你再跑一趟，听听汇报。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在家吗？我是，有人托我来拿一下红色封口的文件，我拿完文件就走。 这位长官还没来的时候，我已经听说了雅菲姐泄露机密文件被抓的事儿。可是这件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可据潘雅菲供述，她的那份红色封口文件袋是从你这儿得到的。我没有给过她文件袋呀。准确的讲，是她偷了你的。可是。
我的红色封口文件袋并没有丢啊，他是怎么偷到的？破译这份密电码需要多长时间？只要看他的保密级别，我会尽快。可是潘亚飞还提供了一则线索，说有一名市政大楼内部的神秘人在一直和你联系。长官，他瞎猜的，他那是不服气。我刚进报社不久，就抢了他首席时政记者的位置，所以他就想我有个什么厉害的人物，他那是自我安慰。那，你所有的头条新闻又是怎么得到的？局长，结果出来了，他手里那份代码就是一个数字游戏。长官，我的每一份新闻报道，消息来源都不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叶小姐，谢谢你的配合，我没什么问题了。谢谢。对了，叶小姐，为什么一道数字游戏题非要装在红色封口文件袋里？请问，红色的封口和绿色的封口有什么区别吗？晚一步离开办公室，哪怕晚一步拿到红封袋，我们就死定了。你说的这些钥匙不都已经不存在了，不是？所以你就该摆出一副万事不见于心的样子。你不觉得你该多跟我解释解释吗？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把消息通过别人手发到别的报纸上，这些你做得很好。可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你早知道消息代码外泄，事关重大，为什么就瞒着我？如今又通过我搞得满城风雨，难道说你的目的是想提醒什么人关注大帅的暗杀计划？注意你的用词，你别给我忘了，我们当初合作的先决条件是什么？我能够做到的是什么都不问，什么都不管，你给我什么我就报道什么，你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只要你能给我第一手的新闻资料。你来了。那些军阀内部的派别之争，我劝你还是不要知道它。你就安安心心地做你的首席时政记者，这样不好吗？总有一天，我会让整个新闻界都以你马首是瞻。你说的是真的吗？当然。你看，我都忘了给你倒水了。干什么？潘亚飞，你的案子可真特殊啊，内卫局戴总局长让你去趟北平，他好好招待招待你啊。哦，这位就是从北平特意过来的孙特派员。不，我要说的我已经全部说了，我在哪儿都一样。你说什么了啊？红封袋的来源问题你就没交代清楚，我真是没法说你啊，自己不争取。到了北平之后啊，戴总局长有的是方法让你说实话。你们没有去找叶兰吗？还是他没有说呀？那个红封口袋本来就是从他包里拿出来的。你放屁！潘亚飞，我告诉你啊，你到现在你都不说实话啊！人家红封袋叶兰照样拿在手上，你的呢？我最后问你一遍，你从哪偷的？我没说过。我那天明明是从他包里拿出来的，我是从他包里拿出来的。你先别激动，你冷静一下，你再仔细的想一想，叶兰那块有没有可能有两个红色封口袋？
但我那天看到保利就那么一个。那么还有没有其他人知道你有这个东西，曾经借机会下手调包呢？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也不要太沮丧，我们一定会把这个事情调查清楚。如果你确实是无辜的，我会还你一个清白。真是不进棺材不落泪啊！我哪儿都不去，我不去。你认为这个女人一问就满脑子空白，她会是代码泄露案的主谋？顶多是个胁从犯。和她相比，我倒认为叶兰都像是胁从犯。在她被押解离开天津之前，就要立刻动手。那就要孙学义亲自动手了。可他是将军培养多年的潜伏特工，万一因此暴露，我们会得不偿失啊。不会的，孙学义才见过他一面，内卫局总部有什么道理会怀疑他故意杀人呢？那也是他办事不力。在火车站动手，越是人多的地方，孙学义越容易解释。只有他暴毙了，北平才会着急，而潜伏在这里的幕僚官才会跳出来。知道了，我这就去安排。请问一下，现在亚飞姐怎么样了？是啊，哎，长官，大家同事一场，能不能告诉我们亚飞的近况？他被押去了北平受审，现在正在火车上。他还会回来吗？等审判结束，他应该就会回来。那案子要是查不清楚，亚飞姐岂不是要被关一辈子？叶兰，等等。喂，泽宇，你现在是时政版的责编了，这么快就做完事下班了？为什么推荐我？当然是你可以胜任了，否则关我的推荐，汤总编怎么可能同意？我问你，是不是因为我说过你抢了亚飞姐的首席时政记者的位子，所以你让我接替他的职位，好借口反驳说我也抢了他的东西。你什么意思啊？听不懂。那我这么问，亚飞姐是不是被你陷害的？你说什么呀？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那个装着消息的红封袋是不是你给亚飞姐的？她没有给家口供，说谎的那个是你，对吗？你胡说。我去内卫局已经跟长官交代得很清楚了，这件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可以给长官交代，但是你没办法给自己交代，否则
就以你平时跟亚菲姐的关系，怎么可能再三的关心她的处境？更不可能知道她会被终身监禁后就面露愧疚。荒谬！什么叫做愧疚？大家毕竟同事一场，她出这种事儿，你凭什么不准我问一句，同情一下？陆泽，你要干什么呀？我问你，手链呢？你不是很紧张的把它找回来了吗？啊，这才没几天功夫又不戴了。就是你说手链不见的那天出的事儿，对吗？陆泽宇，你这样指责我，你有什么证据？如果你没有证据的话，你就是诬陷。对，我是没证据，但是我关心你，就是因为我真的关心你，所以我才看得出那天你很反常。你还记得吗？我刚送你手链的时候，你只是把它装起来，对我说了声谢谢，当着我的面都没即刻戴上。对比你当天的紧张，你不觉得反常吗？原来你也看得出了我反常，你怎么不想想，我是为谁反常？这样呢，有没有感觉？他都已经服了那么久的药了，为什么那个腿还没有反应？高将军，请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一定再研究一下现在的病情。再研究？你们研究室不是成天跟人体在研究的吗？现在面对腿疾就束手无策，你不觉得自己很没有用吗？是，请高将军责罚。行了，别难为他们了。你知道我的腿是多年前的旧伤落下的毛病，爆炸的时候又伤在了同一个地方，要想再站起来，那跟让你放下屠刀一样，是奢求。出去。是。上官啊，你说你要我放下所有手上的事物，是打算跟我重温过去的生活吗？既然是过去的，怎么还能重温？就像破镜，从来都不可能重圆。话可别说得那么满呢。我记得当年你跟我说过，任何对于吴大帅没有利益的人都是你的敌人。我这就证明给你看，你做不到。你又做了什么？没什么，我只不过告诉了雨珀一个事实，你所效忠的吴大帅当年是如何因为军阀之间的斗争而临时调整战略，置你于不顾。爹妈是雨珀泄露的，你竟然教唆儿子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要抓出凶手，为父报仇，在你来说是大逆不道吗？可是我觉得顺心的很呢。你想要招募雨珀，所以一步步的逼得他在大帅麾下无法立足。是啊，从他被抓的那天开始，我就已经苦心安排要破坏吴大帅给他的所有美好事物，优越感、自信、战友、兄弟、爱情、恩情，还有忠诚。等这些东西全部失掉之后，我看雨珀还会不会对吴大帅有任何眷恋。你居然这样对待自己的儿子，你是他的母亲，你怎么能狠下这样的心肠啊？我等这句话等了很久了。我也想问你，当年为何你就能那么狠心地离开我？为什么？我知道，我知道你在报复我。
要让我尝遍你当年受的苦，那终究是我对不起你。要怨要恨，你冲我来，放了玉婆吧，啊！我怕你还不够痛啊，你懂吗？你懂我有多痛吗？你爬呀，你爬呀，我看你怎么爬出这个院子，你爬呀！今天有空，就是因为好一阵子没来了，所以要来探望你嘛。一听就知道是假话。行了，陪我打球吧，赢了就算了，输了看我怎么收拾你。小哥，这地方人畜混杂，您怎么办？跟景小姐，万一有什么就使用职位性。两杯啤酒。好的，稍等。琉璃啊，怎么又换成你来擦吉将军了？我知道靖哥有办法啊，我只是想去吉将军出售的阁楼里看一眼，一次就好。想都别想，你进他们那条胡同了吗？但你就知道了，那整个胡同可都是法租界兄弟们把守着的，就凭你一个人进不去啊。所以我才来找靖哥你啊，你本来就是法租界里他们的管事，一定能帮我进去。各管事之间分工不同，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啊。哎呀，琉璃啊，就听我的劝吧，吉祥已经死了，别再浪费时间了啊。何况现在你自己人也在巴黎春天，那也是我们法租界的地盘啊。你呀，别再给自己惹麻烦了。既然吉将军一家人都不在了，你们还看着他的宅子干什么？明显是有问题的。这我就不知道了，可能有的管事收了他们的钱，但有可能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出了问题，这些我都不担心。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趟最后湖水。人都已经不在了，你们在追究以前的事情，觉得有意思吗？有意思，发现问题的不去查清，迂腐。我有我的规矩。我也不太想为难你。行了，我今天没有心情和你打球，回去吧，走吧。放给他。元芳，我认识他，他是军方的人，还是个副官。嚷嚷什么呀嚷嚷，他们两位是刘小姐的保镖，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行了，散了，散了。哎，不对呀，靖哥，我认得这个人，上回上百号人到永生巷闹事的带头的就是他。靖哥，今天的东西我是要定了，您开个价，我奉陪，什么规矩都可以。你说开价就开价呀，我这帮兄弟呢，岂不是太没面子了吗？敢小看青帮的兄弟们，苦的不耐烦了。靖哥，跟他打，打赢了再说话。对，打打打打。好啊，打就打，单打独斗嘛，上哪打？咱们还是到外面，走，外面宽敞，这里碍手碍脚。小姐，等等，在没有分出胜负之前，你们把这两位先生给我照顾好了，听见了没有？是。是。功夫不错嘛，真不容易啊。
巴黎春天好吃好喝的供着你，这手脚功夫还没荒废吗？金哥见笑了，论身手您才值得敬佩啊。你即使拍金哥的马屁也不好使，你这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呢倒是正合金哥的心意，但是啊，你这件事儿我不能答应。为什么呀？我只是想进去看一看，也许能找到什么线索呢。你到底要查什么呀？一个内奸，您记得吗？天津刑侦系统里有一个内奸，我现在怀疑他跟吉宝昌突然被捕有关。那我就奇怪了，你人都出来了，他们都不管你的死活，你还管他们什么内奸吗？这个内奸间接害死了吉将军，您就不想替吉将军讨个公道，让他在天之灵能安息吗？你即使查到了线索又怎样呢？吉将军已经不在人世了，你也不再是那位局行动组组长，真相是黑是白又有谁会去在乎呢？我在乎，至少我自己要弄个清楚明白。你这个死撑到底的性子将来一定会害了你的。靖哥，我会安排祖腾帮你进去的，其余的你自己看着办吧。明白，我们这么多的人，就抓不住我们系统内的内奸。林师长，关于嫌犯在押解途中被暗杀的事儿，我回去之后一定会仔细排查。排查排查，又是排查。上回到你们档案室里的人排查到现在，你有结果吗？那你给我一个时间限制，你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内奸交给我？啊，或者说，从你们那位局一直到火车站，这不足一个小时的时间，有没有异常？据押解的人说，一切正常。正常？亏你说得出口！那对方怎么会知道火车的班次？那嫌疑人的暴毙，你以后做什么证据来调查？大帅的刺杀命令被套路，你知道这后果有多么严重？上官副市长，你管理的部门办事如此不力，害得我们整个天津市府都被大帅指责，你说该怎么办呢？钟主任这么问，想必是有了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了。我又不在调查部门，我能有什么办法呀？好了，还嫌不乱呢？内讧！我跟你们说，这件事情可是非同小可，十天之内必须知道结果。为什么不告诉林市长？我们有新的怀疑目标，然后再让林市长身边的内奸杀人灭口。你怎么能判定内奸就在林市长身边？是为了撇清对季莫纯的怀疑吗？秦朗，我再提醒你一次啊，别再拿季莫纯的事来说事儿。而且那天进入档案室的人是个男的，这一点见证组早有论证。这事儿也是你接手案件之后查出来告诉我的。那个人的右手用劲异于常人，你当时还怀疑他有手机，对不对？但传递第一手情报的人可以是个女人。事情发展到今时今日，难道你还以为行政系统中的内奸就一个人？所以我让你盯紧叶兰这条线索，因为我相信藏在她身后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抓的内奸。是，不可否认，你想顺藤摸瓜，等待内奸下一次行动，这是个办法。可是现在有了限期，如果按照你的理论，内奸在林市长的身边，这十天只会更加风平浪静。如果我不另辟蹊径，
你说我们到时候拿什么跟林市长交代？局长，让你坐在这儿等我，是不是很受委屈啊？啊？谁让你委屈？我去揍他。你连我说什么都没听清，打自己吧。你刚刚说什么？小朗子洗耳恭听。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不开心啊？工作不顺利？没事儿，只是一些小事儿。所以我才懒得提起精神来。哦，只是一些小事儿。那好吧，你为了小事继续在这懒着吧，我来表演去了。我还看你跳舞呢。喂，没日没夜的，咋就不瘦呢？别得意啊！你以为可以瞒天过海？我告诉你，我十天之内，我一定把你给揪出来！一定把你给揪出来！喝醉了，我去给你泡杯热茶吧。别动！啊！谁说我喝醉了啊？醉，我很清醒。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他替身死了，你以为你就可以安心了？啊！你胡说什么呢？难道不是吗？替身潘亚飞被灭口了，你以为就没有人会知道你的秘密了？你真的喝醉了？什么潘亚飞？我根本不认识。这种话你都敢说？你不是潘亚飞，谁认识？你别装了，叶兰。谁代表我支持你的？你认错人了，我不是叶兰，我是玫瑰，我是玫瑰，放手！阮冰总，回来！我知道你是谁。小姐，早上好。每天不是草丛就是墙角，也不怕生病啊？不怕，风餐露宿的早就习惯了。其实我已经安顿下来一阵子，不会再人来打搅了。你们可以回去复命了。那您的意思是，我们打搅到底了？随你们吧，你跟我过来。我知道的也就这些，不过这次北平方面是大发雷霆，估计连林市长都受得了压力，所以才越级限定内卫局限期破案。这件事确实奇怪，这名记者背后的人要杀他，
大可以在密码被破译之前的5天内动手，不是更神不知鬼不觉吗？为什么偏偏要等到上火车的那一刻呢？那依你看是为什么呢？除非那是一个幕后人故意安排的特定时机。休息一下，我去上班了。这一种很独特的东西。